家好，我是 S 姐，我来了。常常读书让你人生不服输，这本书推荐给你，叫做《世界富豪导师》。Dan Lok 洛峰的逆耳忠告。Dan Lok 在网络上的评价非常的两极，因为很多人说他赚钱的方式比较不是那么正派，好，但是他的观念是好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学的是观念，好，所以呢，这本书的推荐第一点是因为里面有一些阻碍你致富的心理的迷思，跟11个可以让你觉得老子有钱的一些思考哲学。所以当你的想的越正面，钱就会自然被吸引来，而不是你刻意要去追求它，或者是用一些话术去赚钱。好，第三个有个很重要的点叫做78个心态翻转的语录，我觉得很特别，是因为心态翻转不是叫你去呛别人多惨或是什么阶级歧视，而是告诉你说其实赚钱的这件事很简单，来自于你以为我们从小被训练的什么工作赚钱，透过赚钱去买房或是买股票，就是一些传统的思维我们要把它丢掉，因为现在的获利方式已经跟传统不一样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创新的人，就应该用创新的思考重新思考一下赚钱的方式。那这本书推荐给你，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